早晨，歡迎收睇 Tasty Money 啊！今日嚟到七月啦，嚇咁啊，七月四號嘅禮拜一啦，亦都放咗個長嘅假期嚇。嗱，當然啦，亦都踏入咧我哋港股下半年啦，睇下會唔會咧有個好啲嘅開始先嚇。嗱，見到個市就麻麻地啊，低開169點。原本以為咧，我會覺得係輕微高開啊，因為中概股咧喺美股嗰邊咧，其實就算 even 美股。禮拜五就上升啦嚇，今晚冇美股啊，提翻大家獨立紀念日啊，今晚冇美股嘅。咁你就算禮拜四咧懟落嚟嗰下咧，啲中概股咧都有啲升勢。咁所以今日咧就個市睇下會唔會低開咧，抽翻上嚟先啦。哇，似乎仲懟緊啊，21,500呢個位咧緊要嘅嚇。咁啊，先同大家睇睇今朝咧開市嘅狀況，低開169點啊，21,690點。咁啊，另外科指咧低開18點啊，4,851點嘅，而家睇睇最新啊，咁啊見到咧，ATM 咧都懟緊，哇！港交所懟緊4%咁多，哇！港交所開緊 ETF 互聯互通都唔使懟咁多啊嘛，咁啊嗱，有觀眾問我會唔會今個禮拜去到400蚊？嗱，時間嘅嘢咧，我真係唔識答大家嘅。係啦，咁啊要即係睇嗰個形勢啊係點啦。嗱，港交所懟穿咗370咧，有得諗。係啦，因為我係嗰兩注啫。咁我上面400蚊咧又叫大家食糊嘅。係啦，我其實就食咗一半，係因為我拉雲就大約330幾啊。嚇，咁我食咗一半啊，留翻一半咧，諗住有啲即係個貨底咧就會舒服啲。但我都冇諗到今日咧。對得比較濕，成個裂口咧已經補咗噶啦，呢一度個上升嘅裂口位置咧係介乎377係啦，至到咧係386呢一個位咧已經補咗噶啦。如果佢再掟，最多係363蚊啊，20天線啊粉紅色，同埋咧100天線啊紅色呢一條話363至到362都係1蚊之間嘅事。咁即係話，如果你哋想鬧咧。看看會不會可以落到362、363這個位置，因為上面我就叫大家不要，我有一次就覺得380蚊那裡應該可以守得住的，如果那次沒有買呢就等這一轉了。率先到升又見到就美團了，美團現在升了 0.2% 的，做了194.5的水平。阿里巴巴也穿了110蚊，阿里巴巴我也得102蚊嗰一下嘅啫，咁啊都係要咧要等嘅嚇，即係如果想買嘅話咧，要等一等啊。咁啊而家109.6啊，跌緊2%，騰訊跌緊1%啊，350.6嘅水平，跌緊3.6嘅。另外京東咧暫時就冇起跌啊，而家252.8，哇，港交仲係打緊落去喎嚇。咁啊嗱，見到咧就互聯互通方面咧，中港監管機構宣布嚇開展咧係互換通嘅初期咧，先開通咧係北向通嘅嚇。呢個要留意下港交所一陣有啲乜嘢最新嘅消息先嚇，因為跌勢咧比想象中咧係急啊嚇。頭先落到366呢個位啊，我睇咧就去到363咧先至能夠比較大啲嘅。喘定啊！嗱，我見到暫時嗱，金融一帳通就話嚟緊會喺港交所嗰度掛牌啦，係嘛？跟住安永亦都預計嗱，呢個係6月30號講嘅港股全年集資規模啊，去到2200億港紙啊！咁啊，今朝嚟講真係比想象中咧跌得比較急嘅。係啦，咁但係我有替大家食苦啊！上次400蚊嗰個位啊，大家唔需要咁驚住，係啦，睇下會唔會喺下邊咧嗰度再鬧先。咁比想象中今朝開得係差，係啊，比想象中今朝開得差，尤其是就嗱一陣有馬 Sir 啦，馬 Sir 亦都提大家七一之前咧就食下糊先，係啦，唔好咧咁老定嚇，即係睇下係咪因為覺得冇大禮咧。是不是因為覺得沒有大禮呢？其實都最大的大禮就是通關而已，應該都不會預計它會通關的嘛。是啊，那我想是因為沒有大禮，就是這一下對得這麼快，上回370啊，好瘋，是啊，看一分鐘圖啊，上回來370，那這支音足很長啊，難道是這樣覺得沒有大禮？
應該係。係啊，咁啊個市21,512點，頭先一度咧，嗱21,400啊，上一次個阻力位啊，好大嘅阻力位，21,200、21,400，係啊，21,458點嘅水平啊，曾經啊，而家跌緊咧367點嘅，咁啊嗱，啲車股仲對緊，喂，我哋先睇咗今日只1772先啦，嚇，只金鋒。理業先啦，應該對緊㗎啦嚇，1772。咁啊，其實咧就單嘢咧就係一月尾嘅時候咧就出嘅，係啦，就話咧俾呢個證監會咧就最終啊，而家正式咧立案咧係調查涉嫌咧係內幕交易嘅。咁啊嗱，金鋒咧嘅 A 股002460已經跌緊5%嘅啦，只金鋒係啦。咁至於咧H 股咧1772咧，而家跌緊咧成7%咁多，落到80.35嘅。咁啊一度咧最低咧落過78.8嘅水平啊。咁啊今日就成個光伏板塊就普通啦。嚇麻麻地啦，3800咧就未見到4元就回緊嘅啦，回到2%左右，去到咧係3.7嘅水平。頭先話要睇車啊。係啦，因為咧就見到魏小李咧都出咗嗰啲數據啦，其實都係好嘅，全部嗰啲按年就一定係升噶，因為舊年咧一定係冇咁犀利。比亞迪六月嘅新能源汽車銷量係134,000+，同比增長2.2%嘅。咁啊，而家做緊310.8，跌緊1%左右。小鵬同比增長1.3%，六月交付量去到15,000+嘅。小鵬而家跌緊5%，119.7%嘅。仲有理想咧就六月交付咗13,024架理想 One，同比增長70%左右嘅68.9%。未來咧就同比增長60%啊，六月嘅交付量12,961架啊嚇。咁啊，另外哪吒汽車啊、小康嗰啲咧，就等 Benny 講啦嚇。嗰啲就佢又比較熟啦嚇。今日就全部都隊啊！我嘅長城汽車又坐緊啦，係啦，長城汽車跌緊1%啊，15.96嘅。另外吉利都係跌緊1%啦。吉利而家咧做緊17.62左右嘅，咁我見到大家比較唔係坐得太舒服咧，包括咗力勁啦，係啊，我而家都輸緊嘅又係，係啦，14.44打嚇，14.44啊，記住呢個位嚇，咁而家14.66啊，跌緊2%嘅，咁啊，另外長城汽車亦都好多觀眾咧覺得好辛苦，係啊，即係頂唔到嗰種。波幅啊！我先預告一下先，大家咧喺經歷咗我諗前兩個星期，7月1日之前送大禮啊，習大大嚟香港嗰啲興高采烈之後咧，要有一啲嘅回軟同埋回吐嘅嚇，但係嗰個位咧，當然我都即係唔係好頂得順啦。星期三咧，尤其是由頭派到落尾啦，跌到。都幾低嘅，即係嗰個急轉直下嘅情況咧，都幾嚴重，係啦。跟住就啲車股亦都，你見到最長個資金足就係跌咗10%啦，嚇咁啊好誇張啦。咁成個市咧，其實禮拜四咧普普通通啦，嚇普普通通。咁你就知道其實我哋而家係處於一個回調嘅階段嚟嘅，即係回調緊。但係咧因為之前嗰段咧個市場實在太過好玩啦。係真係太過好玩啦，咁所以咧令到大家咧忘記咗有嗰種防守嘅意念，就一味衝衝子，跟住咧就唔記得咗，哇！港交上緊嚟，港交係咪有人要牛？我想好想揾添，我自己都係啦，即係我就覺得大家咧喺嗰個成日都係嗰種啊，記得贏唔記得輸，係啦，亦都俾咗指示防守，大家咧就唔係好。掌握嘅，我自己當然都痛啦，即係你一路個勢升咗上去咁正係嘛？突然間你同我講要回嚇，咁究竟回幾多？咁我見到觀眾咧數埋幾隻咁咧，就哇頂唔順啦咁樣已經係嘛？咁我都一樣係捱緊嘅，係啊，我都一樣係捱緊。一講緊港交所先嚇，牛仔384㗎啦，呢啲睇下先下邊。54307，哇有7%介乎，54307，係啦，
港交、瑞銀、牛收回價$345嘅，可以試下呢只啊！佢而家有少少抹喎，瑞銀唔要呢只。發興孖5096，睇下先啊，孖5096，孖5096，誒呢只擺一格，62-64，6400-64400啊，孖5096嘅街貨都有8% 啊。係，哇！佢都跳得好快喎。嗱，你哋買呢個要小心啲喎。係啊，因為佢隔一格啦，即係買一格，跟住咧，由於港交所而家嗰個移動好快啊，嚇！你哋買嗰陣時咧，睇清楚少少先啦。我睇下個港交可唔可以及到喺咩位？嗱，咁頭先如果你係中線啲咧，就363。嗱，其實佢好都好近呢度，係好似哇，又開多個裂口。頭先呢度上邊就377-361。計唔到喎呢度，係啊，你都係最好就370邊或者370樓下嗰個位啊，先上咯。哇，發興都好唔穩定喎，突然間變咗6366喎，再嚟睇下先啊。再下邊嘅咯，要33幾嘅喎，睇下孖5071先，孖5071瑞通，瑞通就都係抹一格。6567係啦，但係就冇咁挫啊！頭先15波嘅 size 啊，咁啊街貨得1%。頭先我本身睇嗰兩隻都有8% 街貨，呢只最少，呢只得1% 啫。係啦，咁啊睇下呢一隻啦，55071，呢只都係$345嘅收回，換股比率500:1嘅。哦，而家又抹兩格，冇辦法，港交所因為喐得太快啦。我諗，如果你三隻咧都係同一個條款咧。真係唔係好穩定噶個市場，係啊，所以佢呢一度咧出唔到俾大家，我覺得係啊，嗱，大家可以等下先，唔需要急啊，我覺得呢一下嚇，如果你除非買正股啊嚇，你買正股，我覺得370邊或者樓下衝咯、啊。如果係覺得好中意港交所嘅話，係啦，258咧我就過一嘅時候咧，我又減啲嘅，因為我講咗過一止蝕啦。咁原來咧，我接咗JD 嗰手貨陰功，唔怪之打得咁犀利啦嚇。因為我去到嗰個位咧，我覺得隻逆陰咧冇得再懟噶啦。基本上去到嗰啲位已經好平，因為我買好多年前已經買過呢啲位，冇可能再懟得咁深嘅。咁我就封咗自己嗰個大跌嘅風險先，係啦，我封咗嗰個蝕本門先。係啦，跟住咧我就我係忍嘅，但我就係覺得依一隻咧，我都其實幾傷嘅，因為咧過四嗰日咧就係喺度做緊節目，咁咧我就冇食嘅，咁咧啲觀眾咧全部都同我講佢哋食咗之後過二買翻，淨係1.18，因為我1.18我都有買，係啊，跟住咧我又係坐住，其實我輸咗6位數字嘅依只嘢。up to now 啊，但系咧我係冇食過，但系咧個個都話我食曬，係啦，依只我就真係慘，係依只我都坦白同大家講嘅，因為咧依只嘢咧原來佢但系 JD 嘅平均價係1.26啊，即係佢一爆上去嗰個原來嗰下爆上係佢自己走貨嘅，點知我哋就喺嗰度，係啊，點知我哋又喺嗰度。咁咧，我捱住啊！而家係啦，我封咗嗰、那個大跌嘅蝕本門先，即係減輕個貨個心理壓力冇咁大先，係啦，先至咧再諗再上路嚇、啊。我係咁樣做嘅嚇，咁、啊、我有啦而家嚇。咁 啊，永昌今日幾好喎、啊，永昌升緊1%喎、啊。呢只咧揸得舒服過只康樂啊，但係其實兩隻我都有嘅。其實我好多貨啊！我禮拜四咧，我話叫大家減下先至過嗰個週末咧，我有減嘅，就係封咗個即係大跌嘅蝕本門先，係啊，先封咗上翻嚟有市21,700，黐線頭先，真係嬲，係咯，頭先特登打落214喎，真係嗱，開翻支洋燭啊，好誇張，好誇張。禮拜一二都仲 OK， 上個禮拜三四走曬樣，三四你睇到啦，走曬樣，跟住再嚟過，即係特登打落去再做過。係，如果你捱唔到咧，星期三四嗰下咧都幾辛苦，真係好辛苦。正如所以，我收到大家咁多
資訊一樣，是啊，所以收到大家的資訊。其實我覺得 B 仔股呢，我跟大家說是一段一段，但是那個底呢見了了，所以3069呢，我叫你們12.8去買呢，你拿著3069，跟住你就算去買康樂亞，就算你去買999五榮昌，你沒那麼害怕，因為你一系列一籃子你已經買了一隻在這裡。那你說如果你說我不夠錢買什麼都只是齋跟，那你選3069啦， ETF 啦，是啊，因為我不知道藥明生物何時有爆的嘛，我又不知道京東健康何時有爆，我就不想買那些個股，我就用這隻來坐。我12.8在 IG 叫大家買的，我看14.15到了，但是我會逐步看的，即應該不止這麼短的，因為3069其實以前是幾十元的，是啊，咁如果你連呢啲底咧喺度挫嘅時候咧，挫唔到啦，其實往輪之後你會享受到嗰個升幅咯，係啊，即連呢啲，我其實我哋買中個底啊，只係挫咗一下落去啊，穿個12.8一次咋，呢啲咧啲觀眾都嗌曬救命啦，嗱，咁你就問下自己係咪啱買股票先，係，因為真係我都答唔到啊，我都答你唔到，如果連呢啲都挫唔到。嚇，咁啊，唔係一買即贏，我都想係啦，但係真係冇可能一買即贏，我都要提提大家，唔好有呢個諗法先，係啦，因為你見到只信達生物咧已經爆緊㗎啦，嚇，信達生物已經3% 啦，咁所以一路就會拉翻起啊，成個B 仔股嘅板塊，藥明2269升緊1%，藥明康德亦都升緊咧就係2%，所以我都係揸住。是啦，揸住嘅，睇下先嚇。好，阿師今朝有俾位啊，買非常之好啦。阿師位嘅話，睇下先嚇咩開始。同埋咧，我發覺啲觀眾咧，全部都問我溝唔溝，即係全部其實個勢跌緊落去咧，我係唔會溝嘅，我輕溝上唔輕溝落嘅。即係如果你話係跟勢嘅話。是我是會買上不會買下，一路隻嘢踩緊落去，你有幾多少錢去補咧？有幾多少錢去補翻個倉咧？我都覺得我不會咁樣補咯，係啊，全部都是問，所以咧中得最快嗰啲就喺下邊溝嗰啲朋友，即係中伏啊嚇！呢、這個都提一提大家先啊。好，我哋先休息先嚇，轉頭翻嚟再傾。佢高傲，但系宅心人厚；佢低调，但系受万人敬仰。佢可以将神赐俾人类嘅股票炒得七神日化，哎呀，堪称股坛圣手。佢究竟系神仙嘅化身，定系地狱类嘅使者呢？冇人知道，但可以肯定，每个人都知道佢嘅名字。Benny 导演，使唔使咁夸张啊？想听我分析啫，好简单。7月起，逢星期一、三、五夜晚9:30至10:30，我会坐定定喺度开 live， 同大家探讨唔同嘅专题同埋美股。有咩想知？睇直播嗰阵时留言俾我啦。
個唔係個市係我。咁啊，21,743都翻咗嚟啲啦。頭先哇，打到落21,458點，又考大家嘅即係經驗同耐性啊嚇嗱。咁個市而家跌緊109點啦，下半年到底係點咧？我哋請咗奇亮出嚟同大家把下脈先啊。早晨，奇亮。系早晨，心欣早晨，大家系啊，咁啊，麒麟中意睇远啲啦，所以即系长线啲啦，所以我就即系第一个嘉宾咧，七月份咧就嚟咗麒麟先啦。喂，个市其实咧就亢奋咗两个星期度啦，因为七一之前咧，大家都觉得有啲礼物系啦，又或者会唔会有啲嘢庆祝下咁样，咁都有嘅，即系个市有上嘅，尤其是啲个股啦。问下麒麟下半年咧，会觉得有啲乜嘢个阻力比较大，同埋。去到啲咩位度咧？個市場係咁，我原本我唔記得上個禮拜有冇講啦。其實原本我覺得個市係可以上到23,500嘅，但係上個禮拜咧，你去咗放假嘅時候咧，都同Bandy 佢哋講就係、是、喂，其實個市真係比我想象中熱得太多，因為太多啲個股係真係抽得太犀利，即係升得真係短。即係一隻可能炒幾成啊，或者個倍都有。咁呢啲出得呢啲現象，跟住上個禮拜一又爆埋成交咧。其實我上個禮拜成個禮拜真係減得幾徹底，就係嗰啲中資嘅科技股全部走曬嘅。跟住剩翻四成貨就係啲即係好悶嗰啲收息嗰啲嘢啦。同埋都買埋 put， 就係諗住等一等，因為我覺得上個禮拜嗰個咁衝得咁勁嘅情緒，其實～伴隨的應該是七月頭半個月都應該不是那麼好的，即暫時估是這樣估啦，是的，但是我所以我都頭半個月我都會放慢手腳先咯，係咯。好，即上半個月呢兩個禮拜睇，係啦，呢半個月即係講咗短線倒翻轉係啦，因為你問我長，其實就暫時都未諗到有啲乜嘢特別好嘅，係咯，所以但係你問我短嘅話，我就可以講到啊，其實呢半個月。雖然我好中意一扎嘢，但係我覺得唔係覺得一個幾好嘅買入時機，因為始終大家上幾個禮拜太亢奮嘅時候，其實嗰個點講啊，個基本面冇乜點變過，而憧憬嘅又冇出現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咁好咯，係啦。唉，我啲股份上個禮拜都禮拜三啊，係咁打落嚟啊，即係咧，哇，由頭派到9:30，派到3:30。等到阿爺收市3:00，再捱多半個鐘先至即係上翻嚟，都啱啊！即係太亢奮，我自己都一樣啊！哇！而家 ATM 全部倒升啊！3690升緊4%啊，已經201蚊啊嘅位置啊！咁啊，另外就阿里巴巴啦，同埋700啦，都升緊。阿里巴巴升得多啲，升緊1%嘅113.7%。咁你話睇多半個月啦，即係七月中啦，係咪等埋聯儲局，即係睇下佢講咩先啊？又係市場又係驚啊，通常都。類似咯，同埋如果今次市場要調整預期嘅話，其實應該係意識前嘅，因為過去嗰兩次咧，就係、是、如果大家回翻，大概就係五月就係、是、意識之後就跌啦嘛，跟住六月咧就係、是、意識前幾日嗰個通脹預期升温而跌噶嘛，跌咗先噶啦嘛，跟住睇下今次如果再玩預期嘅話，會再做嗰個六月咯。其實應該會去到下個禮拜一開始就會開始反映嗰樣嘢，咁但係而家通脹又唔係好細，即係應該就冇之前咁勁嘅，因為始終嗰個糧價同埋能源都回翻唔少，咁即係唔似之前逢頂破頂啊嘛，即係你嗰個糧價，你小麥你跌翻落$8，咁都係之前夾到上10幾噶嘛，咁你能源其實。嗰、那個銅價又跌埋啦，跟住其實你數得出啲商品都回翻曬落嚟，所以可能下半年真係唔係再使咁驚通脹咯。即係可能今次七月加埋0.5之後，九月即係打後嘅日子，可能都未必大家想象中咁勁。OK， 哇，力勁跌緊10%啊，好恐怖，係啊，13.6啊，提大家先啊，有貨要小心啊，14.44咧係打穿咗噶啦嚇，你睇下佢一陣咧十分鐘之內可唔可以上翻嚟先嚇，咁啊，另外再同阿奇亮傾下啦，因為你見到啦嗰啲 Rubini 啦，即係全部都話咧，哇，美國個經濟。
搞唔掂啊！即係已經覺得誒，同埋開始佢哋下調咗啲嘅經濟前景預測啊！即係你見到啲大行啊等等咧，係啊係 啊，其實我等緊佢哋調下調埋啲公司個盈利預測噶，即係我其實等緊埋翻加翻大明股嗰邊比重多好多嘅，因為我一路等緊就係佢哋其實美股上半年可能標普跌兩成啦，納指跌三成啦，咁但係。其实都是我自己觉得是反映了估值下跌，但是未反映他们盈利下跌。但是其实反映他们盈利下跌那下之后，其实我觉得开始抵买的很多东西。即是不要走去搏回上年炒得很癫那些，那些其实就有排衰的。但是其他那些传统的我觉得开始抵搏的。Okay, 例如呢，因為我看到 Michael Berry 都说其实接下来即是市场差的话可能是业绩。即是業績令到件事係啦，再更加苦啲咁解。咁你話我睇啲乜嘢股票？即係你好簡單，你 Walmart 同 Target 兩間點解之前跌得咁勁？就係佢哋即係嗰個貨翻嚟嘅時候，即係啲平貨買曬啦，跟住入貨翻嚟貴啦，跟住仲要個銷售而家都唔係咁得啦，咁佢哋咪跌到散曬。咁但係嗰、那個是市場預期嚟噶嘛，即係市場預期佢會差嘛，但係係嗰個 P/E 啊嗰啲嘢跌咗落嚟啫嘛，咁但係真係佢哋要出多一盤數啦，跟住可能出多一個季績啦，咁真係哇，原來真係咁差喎，咁應該會再啲分析師再下調一轉噶嘛，咁嗰段發生咗之後啦，咪睇下邊間佢哋會比較得比較殘嘅話，咪開始諗下邊間咯，係。嗯 ，OK， 等你講啦，所以同埋講真。我幾中意 Netflix 嘅，咁但係我睇佢等埋佢出埋今次嗰條數，我先再睇下咯。因為你美國其實出口嗰個內容去全世界，其實 Netflix 係勁嘅嘛，即係佢係即係你兩億個 user， 其實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啦。咁但係佢收錢又收得比較多啦。咁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已經找到他的模式，就是他知道他的方向已經不是再做大那個收入嘛，而是要減低的支出嘛，所以要看看他即是去到上即是接下來的季應該是炒了 4% 的人了，跟住但條數應該未反映完的，即但是那季你看到的 cut cost 究竟是 cut 到多少，還有他說那個即是訂閱人數減少真的是不是他想像中那麼多，即是我看得出多條數，如果條數是開始啊，即係做到呢個盈利同埋嗰個現金流開始勁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可以諗咯，好多類似嘅股票都好啊。咁啊，另外佢哋想問你隻330思捷喎，佢問你有冇買翻？我走咗，出咗好消息，上個禮拜走埋我，係啊，真係我減得幾徹底啊，因為330我唯一一樣嘢。為什麼走了它就是、我自己覺得歐洲都挺大鑊的，真的大鑊到一個程度，就是即它說它上半年盤數都漂亮，問題是你歐洲你看到就是其實它斷了，即是被俄羅斯即大幅減個天然氣降低了，跟住上個月是、美國它們在美國入口的天然氣是多了很多，多到已經多過天然即是多過俄羅斯的天然氣，但問題是其實個氣價貴咗兩三倍，其實對佢哋嗰個能源嗰個供需嚟講，其實係影響好大咯。即係尤其是冬天，佢哋要暖氣噶嘛，即係啲歐洲人。咁你冬天嘅時候個問題先見，即係嗰個見真章咯。同埋嗰啲用天然氣發電嘅又唔用得，咁係即係可能佢哋會轉咗好多落火電啊，或者其他嘢度，但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問題係，即係會行近冬天一個月，其實個問題先反映出嚟。嗯 ，OK， 我即係讀翻啲數據俾大家聽啦。今年三月咧，歐盟決定啊，向美國額外購買150億立方米嘅液化天然氣啊，以減少咧進口俄羅斯嘅天然氣。呢個大家都望下啦，即係美國呢邊嚇、啊，即係就變咗。少少得益啦，我自己咁樣睇，即係佢嗰啲嘢可以出口到啦，咁樣。係啊，其實你如果睇翻歐洲用緊個天然氣價咧，即係你喺其實兩年前咧係講緊可能係30蚊，而家可能係140蚊咁樣啦，即係
三毫至到而家过四，即系其实升咗成五倍。其实当地如果真系用天然气发电嗰啲，其实嗰度当地有啲厂系用天然气发电，其实都系濑咗嘢。即系你个即系个能源成本升咗五倍，系讲紧，其实都系难搞嘅，系咯。所以你见到嗰、那个，其实本身欧洲已经系最弱噶啦，即系你喺中国、美国同埋。欧洲来讲，即是欧洲三个大的经济体入面，它是本身比较弱的。本身都是我本身即是发生战争之前，我已经想着其实美国今年预期大家预期加息啦收税啦。那我第一个想的不是其他国家，第一个是想欧洲的钱怎么算呢？即是其实欧洲之前还是讲着负利率的嘛。即是为什么它要用到负利率负得这么犀利，就是其实它的经济体真的很弱。即是大家即係減極都好多刺激唔到啲人消費啊嘛，所以或者個經濟有翻活力啦，所以而家再加埋個能源落去，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歐洲會有啲大問題，所以斯捷喺嗰度個係主力，即係嗰個主力銷售喺嗰邊嘅時候，我就減咗佢先咯，係咯，走咗佢先啦。我對歐洲嘅銷售有 bias 啊，因為咧，即係歐洲好多名牌啊嗰啲咧，越嚟越加價，我好誠意啊，即係個量係啊，激化去到咁。你其實上個禮拜唔知你有冇睇 Bloomberg， 就係啲名錶都開始減得嘅。即係開始回翻落嚟，即係唔係炒咗兩年，炒好犀利嘅。係啊，係啊，係咪真係減啊？有減咗幾多 percent？ 我冇睇啊。十幾咯，十幾咯，十幾咯，即係唔係即係對比，即係因為過去2020年開始疫情有疫情之後，其實係炒癲咗噶嘛。即係你數得出嗰啲 Peter Philip 啊，啲路啊，全部都炒咗幾，有啲兩三倍啦，係咯，有啲好恐怖嘅，跟住都回翻十幾二十個 percent 係。係，我都見到，係啊，我睇嗰啲 YouTuber 有講，即係唯一都係一樣嘅，唔識依樣嘢，睇下係啊，聽人哋講咩咁樣，幾有趣嘅嚇。咁啊嗱，個市又回緊嚇，但我想都係問嗰句問題，頭先我聽到其量就話下半年即係嗰通脹嗰度唔係太大擔心，會擔心啲咩咧？如果係即係會比較緊張，所以你見我係睇翻美股咯。下半年我兩樣嘢啊，係一樣嘢一定要提嘅。點解我會咁得咁設計？就係覺得高息債大家未睇，但係高息債其實影響股係好嚴重嘅。即係如果睇翻，即係我哋經歷過過去幾次都係即係咩高息債咧？即係啲企業債啦，之前就係內房啊嗰啲啦，大家叫高息債啦。而家內房嗰啲大家叫垃圾債啦，因為已經跌到三四十厘息，即係大家冇人買，因為間間都宣布。還到錢，跟住其實上兩個禮拜六月中開始咧，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嘅，咁香港你多人認識嘅咧就係澳門嗰啲啦。澳門其實金沙都跌到十二厘，我唔知而家有冇彈翻啦，因為講緊三年期嘅。跟住最渣嗰間澳博好似曾經跌到落20厘，即係其實係全部嗰啲係做唔到再融資。咁個問題就係間企業嗰、那個。借貸成本咁高，其實佢哋唯得一個出路，一係就大股東科税，另外一個出路就係問股票市場借錢，即係集資。咁但係佢哋估價又唔係咁好，所以係啊，你諗唔到佢哋可以點樣搞嘅。跟住，但係你睇翻其實咧，美國同埋歐洲嘅高息債咧，都係今年係跌咗十幾個 percent 嘅。跟住，即係其實大家都唔係第一。嗰、那個美債升得上嚟咁急嘅時候，其實係個債價跌啊嘛。咁其實變相所有嗰啲 margin 嗰啲公司咧融資越嚟越難啦。其實而家係試緊一個位置，就係佢哋如果再融資搞唔掂嘅時候，其實都係另一個 trigger 個市場會驚嘅嘢啦。OK， 呢、這個啲朋友嘅朋友賴咗啦，高息債。即係前嗰幾年就收息，跟住朋友嘅朋友啊，即係你個朋友，即係唔係我咯、okay. ？我唔即係佢哋嗰啲 PI 嗰啲咧，但係佢哋夾粉買嘅，咁跟住頭嗰幾年咪可以冚到自己供樓嗰個成本咯。但係而家就係啊係啊，賴咗嗰陣係有人都揾過我，同我講：喂，你按啲物業之後買啲高息債，咁你咪有得賺咯。但係都係嗰句啊，整個槓桿入邊嗰個死穴都係一加息為止嘅 ，default 咯，兩邊夾咯，個債又唔得嘅時候，嗰、那個你借嗰嚿錢個成本又升，係啱啊啱啊，依樣嘢都點講咧？即係
我自己都對於那些完全沒有輸的零風險的東西很有戒心，是即是不會有那麼大隻鴿乸隨街跳掛。是那陣 UST 咩賺嗰隻 Luna 夠話零風險啦，跟住咪一陣冇咗咯，係啊，唔係好舒服嗰啲廿厘嘅嘢，覺得係啊，咁我咁勤力做咩咁？即係個感覺上係咁樣，係啊，好咁啊，佢哋都問你買唔買941，咁啊，其實都頭先其量都有諗住。我開係啊，開麥前啊，心欣問我，我話其實未來兩個禮拜，我覺得都係好一好先，係咯，好一好先，係啊。好 ，OK， 好一好，係啦，好啊，咁加唔加我？就是 hold 住唔加咯，係咯，即係冇咁急咁想買嘢，但係而家就係太多人太想買嘢啦。其實個建議係收一收先，係咯，反而去到驚嘅時候先有翻啲建議係著數好多。好 ，OK， 好啦，多謝多謝奇啦，唔該曬，我哋下次再傾。好，拜拜。收一收啲建議先，係啊，大家啲建議真係好高昂。係啊，我都叫大家，其實咧，我咁多次咧，借溝咗一次250啦，一個一毫八嗰日係啦，因為我見到騰訊上翻嚟，跟住啲車又上翻嚟，我就係嗰住溝咗嚇。長盛汽車有啲我冇溝啊嚇，鬧我又鬧558而家傷緊，係啊，唔好不停溝先啲嘢係啊。我而家仲見到最近呢幾條問題都仲係問緊。溝唔溝？係啦，呢個問題，長城汽車都好傷啊！之前有冇贏過14.几嗰轉？有冇買過上去啊 ？Yumi 係啊，因為14.几嗰轉贏過一次，上到17.12食咗嘅，贏咗2.5，係啊，嗰次嗰轉啊，有少少本錢嘅。如果買長城汽車，點解咁？成日翻返去玩咧，就係佢個波幅夠大，但係咧落嚟嘅時候個波幅都係一樣咁大。睇下先啊，長城汽車。好，呢一注我係坐緊嘅，係啦，依度其實佢回翻落嚟20天線啦。嗱，20天線我其實叫大家買嘅時候我講過噶啦，20天線咧係唔可以失手噶，因為佢上嚟呢一段咧由5月開始啊。上嚟呢兩個月咧，就算呢一支咧，都係落一落去就上翻嚟啊！咁你就要睇今日上唔上到15.9啊？企唔到唔要得噶，係啊，企唔到唔要得噶，15.9啊！呢個位置嚇要留心，要留心，睇實啦，即係唔得就真係唔得噶啦，要斬就要斬。係啊嚇，咁啊今日就見到中麗堤回翻啲落嚟啊，咁我諗上到6蚊要少少唞氣，其實好多嘢都唞緊氣啊，唞緊氣啊，因為如果一條氣咁扯上去咧，頂唔順，係啦，14.44啊，力勁，收市前10分鐘，我係咁睇嘅，係啦，頭先提過噶啦，1733今日除淨，你預咗佢一定係回噶啦。佢派3毫子俾你，正如639都會嘅，639係7月8日除淨，今日2388都好似係除淨。中銀香港係啊，你一定咧依一啲咧，大家咁亢奮，好似隻咁我又唔會攞建滔積層板嚟講，因為建滔積層板唔係收息嘅最大嘅即係選擇咯嚇。首鋼資源咧，我話俾大家聽啊，你7月8日咧，如果你等埋收息嘅話咧。都會遇到1733嗰個情況，所以我同大家講咧，639我買嘅時候，我唔係預佢愛嚟收個3.2止息嘅，我係睇中間佢會唔會上到3.5食嘅，係啦。咁而家可能要將嗰個目標縮翻短啲，因為內地嘅焦煤價格今朝咧係跌緊嘅，跌緊4%啊，係你要縮翻短先，即係可能未必贏到咁遠啦，贏2毫子咁多，2-3毫子咁多，可能贏緊幾格，可能3.3、3.35啦，上次就要食咯。係，易大中咧，佢今日咧除淨咧除咁多落嚟咧，其實2蚊呢個位咧先至比較合理嘅，但係佢都跌穿咗啦，嚇，即係已經跌緊7%啦，去到9.9要唞噶啦，因為你嗰個期望嗰個氣泡成幾個月噶啦，易大中咁高息嚇，成10厘以上一定係會。回得好犀利，係啊！2388今日都除淨，頭先2388中銀香港咧，
除淨之後咧都係回嘅，都係回得犀利嘅。頭先有一下嚇，而家2%度啦，而家29.75%。咁中銀香港呢啲咁穩陣嘅嘢都未必會回2%，所以一定係咁噶啦。係啊，1183有冇 update？ 轉頭啊，第四節啦，我要請咗馬 Sir 出嚟先啊。咁我哋先休息啊，轉頭翻嚟再傾。港股投资权威瑞银于2021年总销量计认股证第一，牛熊证第一，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瑞银认股证、牛熊证，助你决断更精明。好啦，七月第一個交易日啦，翻嚟咧即刻攞落21400之後咧，終於彈翻上嚟啊！而家21736啊，跌緊123嘅一月一回，請嚟馬 Sir 先啊！早晨，馬 Sir。早晨，今晚嘅相處早晨。係啊，咁大家都抱住你啊，因為咧佢哋哇馬 Sir 好準啊，佢話要即係七一之前食户啦，仲要早兩三日喎，唔好最尾6月30先走去食喎。咁大家都而家咧即係有啲本錢啊嚇，我唔係嘅，我有揸。咁咧就問阿馬 Sir 先，嗱下半年咧，我頭先同馬 Sir 講，我覺得下半年。即係個港股應該都仲有一下嘅，咁多嗰啲中概第二上市有冇噶？馬 Sir 有冇一啲俾啲大細睇法地俾我哋聽下先啊？不如都係俾個願景啦，就即係前景就更好啦。咁啊，因為咧就其實如果我哋先講翻就 A 股先啦 ，A 股咧就基本上咧就喺4月啊或者5月咧就已經見咗底噶啦，咁就。其實咧就用內地嘅術語咧嘅，佢哋咧叫至暗時刻，即係最壞嘅時刻咧，就已經係即係過咗啦。咁呢個都唔需要講啦，因為咧就大家都見到4、5月咧就即係上海就封城啦，咁就6月開始就解封啦，咁就變咗咧就嗰個復甦就開始咧就陸陸續續啦。就會見翻㗎啦，咁啊，儘管而家嘅復甦力度咧，仲唔係好強勁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嗰個 A 股咧，就梗係首先嗰個經濟先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從個指數上嚟睇啦，以呢個主板嘅上證綜合指數為例啦，4月27號咧就嗰個交易時段咧就已經係見得底㗎啦，咁就當時最低咧就見2863點，咁就上個禮拜五咧就已經反彈去到咧。3387點啦，
咁啊，今日咧就一開嘅時候咧跌咗 0.66% 啦。咁但係咧就我估計有機會咧，即係而家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即係升翻3點左右到啦。咁啊，如果我哋計翻咧，即係4月27號嗰個低位啦，去到即係上個禮拜五嚟講咧，就呢個上證綜合指數咧係足足反彈咗咧，係接近19%嘅。咁啊，如果咧就以創業板指數啦，即係嗰啲包括汽車股啊、新能源咧、汽車啊、鋰電池等等嗰啲咧，嗰、那個反彈嘅幅度咧就更加有31%啦，係咁多嘅。咁啊，變咗咧就五窮六絕啦，就佢哋就五不窮六不絕啦。咁就一般嚟講就話講七月翻身啦。咁就短期嚟講咧，我估計咧七月咧都仲有機會啊，係再上翻少少。咁即係包括港股咧都有機會咧上翻少少啦。咁嗱，我哋之前講過咧，香港方面7月1號咧就有回歸25周年啦。咁但係七月嘅時候咧，點解咧就仲有少少嘅反彈機會咧？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之前咧我都俾過一啲啟示大家啦。就如果睇內地嗰個政治經濟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睇呢個4月、7月啊、10月同埋12月啦。咁就4月嘅時候咧，就因為政治局會議咧，就因應第一季度嘅時候咧。完咗嘅時候咧，佢開會咧就要部署咧，就係即係上半年嗰個經濟啦。咁而咧係第二季度咧個經濟完咗嘅時候，即係6月個經濟完咗嘅時候咧，七月嘅時候咧，就今次咧就7月15號咧，即係下個禮拜五咧就會公布咧就第二季度嗰個 GDP 嘅增長。咁變咗咧就七月嘅政府會議咧，咁一般咧政府會議咧就喺月底啦。即係中下旬咧就會舉行啦，咁即係月底嘅時候咧，佢咧政治局會議咧就會部署咧係呢個點樣咧係即係進一步搞好咧下半年嘅經濟，咁我所以咧就估計咧嚟緊七月份嘅時候咧係一定都會有一啲刺激嘅措施啦，咁同埋咧就今年咧就係最重要嘅日程咧就係有呢個20大咧就嗰個換屆啦，咁20大一般咧就最早就喺10月，最遲咧就11月就開噶啦。咁就而七月咧，除咗我哋講個政治局會議要部署咧下半年嗰、那個經濟嘅情況之外咧，仲有咧就七月咧一半天氣咧就好熱嘅。咁天氣熱嘅時候咧，都要開一個咧係北大河會議。咁啊，究竟而家係咪喺北大河開咧就唔知啦。咁但係咧就北大河會議咧就一個即係就住20大之前咧係一個即係更加重要嘅一個咧係即係。高層領導人啊，以至退休嘅領導人咧，就喺嗰度會商啦，係即係嗰個日後嗰個政治啊、經濟嗰個大局嘅。咁所以咧，七月嚟講咧，一般咧都係似乎維穩嘅力量咧都比較夠。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就應該咧就再上嗰個機會咧係仍然有。咁啊，呢個咧係整個大勢啦。咁但係當中裏邊咧，七月咧都其實就好多反覆嘅。咁就一陣間我先再詳細啦，再解釋咧，即係七月方面咧，除咗我哋講好嘅方面之外咧，就大家仲要注意啲咩方面嘅？哦，哇！我 mark 低咗噶啦，記住提我哋點樣反覆法啦，馬上。咁咧嗱，其實外圍大家都擔心通脹啦，跟住就即係加息啦。俄羅斯嗰邊咧又話驚即係減產啊，即係個油啊，而家傳緊話個油咧300蚊。咁啊，當然傳緊啦，我覺得應該唔會俾佢即係咁樣做啦。另外就日本啦，個 yen 啦貶到咁誇張。其實下半年咧，頭先我都問嘉賓，下半年嘅最擔心係啲乜嘢？而我哋特別係睇緊20大啊，即係到時應該10月啦，正常係咪啊？馬上會唔會即係有冇延遲啊？呢啲大家都唔知喎，要到時先知喎。一般嚟講咧，就都係10月啊，最遲咧就11月上旬咧就會召開。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2012年嘅時候咧，即係阿習主席咧係即係喺18大咧，佢做呢個黨嘅總書記嘅時候咧，嗰次會議嘅召開咧就喺呢個11月初嘅，咁即係話咧係未必一定就喺10月，即係中下旬啦，咁就有機會可以去到咧係11月都召開都未定啦。咁但係總體嚟講咧，就新聞先頭咧其實都總結咗啦，今年咧就其實。即係除咗睇20大之外咧，就當然要睇美國嗰、那個通脹嘅情況啦、加息嘅幅度啦、甚至會唔會出現衰退啦，就令到佢嗰個加息嘅幅度係減慢啦。咁除咗咁之外咧，
就仲有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嗰個戰事咧，就會導致到咧係嗰個油價究竟去到幾多啦？咁啊 ，yen 咧就大家都好期待啦，因為啲 yen 而家都即係好平啦嚇，咁就即係已經係跌破呢、這個六算啦，好似係嘛？咁啊，今日你又最邊咗啦嚇，就你每日都跟進住啦咁樣嚇，即係你想即係去食呢、這個嚇，即係黃牛啊、壽司啊咁樣樣啦。咁啊，但係我睇嚟咧，即係短期裏邊呢啲因素咧，都係同我先頭所講咧，七月咧係都會影響到七月嗰個情況。咁儘管我哋講啦，係即係 A 股咧就係繼續咧就係因為個經濟開始咧就復甦啦，咁肯定啦。嗰、那個A 股咧，肯定咧就會做好啦。咁如果 A 股好嘅話咧，都對港股方面咧係會有翻啲幫助喺度啦。咁但係咧 A 股咧，即係我講過啦，就其實就已經咧喺個低位咧，四月個低位反彈上嚟嘅時候咧，如果以上證綜合指數咧反彈咗接近一成九啦，咁而創業板指數咧反彈咗三成幾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再反彈嗰、那個幅度咧，我覺得就唔係咁大啦。咁同埋咧，就因為外圍方面咧，即、就、係、是、有翻美國嗰個可能咧出現一個衰退。如果唔衰退嘅時候，那個加息嘅幅度咧，即係七月份嚟緊，可能咧係再會加四至三厘嘅時候咧，咁呢個咧都幾影響到咧，係即係國內嗰、那個復甦嗰、那個情況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大家留意啦，就其實四五月嘅時候咧，內地嗰個因為咧疫情嗰個封控咧，令到整個經濟咧就即係非常之差嘅。咁所以咧，就其實而家已經開始咧，就陸續做咧。就是、有啲中期業績嘅預報啊，或者係中期業績嘅公布。咁我估計咧，就恐股啊，即係呢個內房股啊，嗰啲業績肯定咧就即係非常之曳嘅啦。咁大家睇翻咧，就雖然咧，就而家內地嗰個疫情咧係相對咧就叫做咧穩定翻少少啦。咁就已經咧係將過去嗰、那個隔離嗰、那個措施咧係由這個呢個咧係十。四加七已經縮減到去咧就七加三啦咁樣，咁呢個咧就對個經濟復甦咧有啲幫助，咁但係咧嘅睇翻咧第二季個經濟咧我都好擔心咧會唔會咧就真係負增長，咁因為有一啲人咧係估計整個上半年嗰個經濟咧，咁呢個咧就我就講過啦，下個星期五十五號嘅時候咧統計局咧就會公布咧係呢個第二季度嗰個 GDP 嘅增長啦，咁同埋咧係有關。即係第二季度零售啊、固定資產投資啊同埋工業增加值嗰個具體嘅數據啦。咁如果咧上半年嗰個增長只係得3%，甚至即係最多去到4%嘅時候咧，因為第一季嘅增長咧係有4.8%，咁即係預示咧第二季度嘅增長有機會咧係負增長。咁如果係真係咁嘅時候咧，係其實對各行各業嗰個增長咧係都會有影響。咁啊當然啦，啲煤炭股啊、啲石油啊。天然氣嘅股份咧，肯定咧係因為咧嗰個售價咧係高咗嘅時候咧，對佢哋咧係即係嗰個業績咧個表現咧係會好。咁但係我之前所講咧，係房地產啊，即係呢一類嘅股份啦、啊，咁以至到咧就係即係航空啊、旅遊啊嗰啲股份咧，即係上半年即係肯定差嘅。咁所以呢個咧都會對咧就我哋啱提到啦，係嗰個上即係七月份咧。A 股嗰個反彈嗰個高度咧係有影響，咁而 A 股嘅反彈高有影響嘅時候咧，係同時亦都會拖累到咧係港股咧係嗰個表現。咁而更加重要嘅地方咧，就其實咧而家國內咧係即係雖然咧就復甦，但係咧係嗰個內需咧嗰個復甦個力度咧係仍然係唔夠嘅。咁主要原因係點解咧？就因為咧個失業率咧就實在太高，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喺下個禮拜五咧。十五號嘅時候咧，除咗要留意咧，係即係嗰個 GDP 增長係幾多啊，零售啊，嗰、那個係增長幾多之外咧，咁更加重要咧就要睇個失業率咯，係幾多？咁而家失業率咧，就如果我哋睇翻五月份嗰個失業率咧，係5.9%，係比呢個咧係四月份嗰個咧就係縮窄咗少少。咁但係咧係講緊年輕人咧，係講緊咧係年輕人嗰個失業率咧。是去到 18.4%， 是歷史新高的。咁而且咧，今年咧，即係嚟緊呢個七月份咧，係畢業嘅人數咧，預計咧，大學畢業生咧，係同埋講緊係啲碩士、博士咧，有1076萬人咁多，係比舊年係多咗167萬人嘅。咁所以咧，變咗咧，
如果失業率高的時候呢，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做的話，或者大家都還未找到東西做的時候呢，那他們的消費力呢不會再換新車啦，更加不會再買樓啦。所以呢如果個內需呢是即係弱咗落嚟嘅時候咧，對嗰個整個嗰、那個復甦嘅力度咧，都會咧構成影響。咁所以咧，其實15號咧，我哋睇住呢幾個數據嘅時候咧，就可以咧係預計到咧七月份 A 股嘅反彈高度，以至到咧係影響到咧港股嗰個咧係反彈嗰個力度咧。好哇，喺你咁講又有啲隱憂喎，因為本身個個下半年又話買翻啲內需股啊、消費啊等等咧，話會刺激。這個呢個咧就今日咧我插一句啦，肯定呢個冇錯嘅。即係包括咧就我講緊咧汽車股啊、新能源汽車股呢啲咧，肯定冇錯。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已經去到高位，咁甚至咧開始咧就回調。咁大家見到咧就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已經見到啲汽車股啦。新能源即係嗰啲造車新勢力咧，都開始咧。你見六月份嗰個數據咧都好靚嘅，咁但係咧佢哋都出現一個回調。咁其實咧就因為咧嗰、那個位咧就已經去到咧相對比較高。咁但係咧即係包括咧航空股咧，大家都見到啦，就即係出現個消息之後咧，就即係話將呢、這個14+7變咗7+3之後咧，反彈咗一日之後咧，跟住上個禮拜五咧。開始又會再回調，咁原因咧就因為內地咧疫情咧又有再反彈啦。咁除咗咁之外咧，就因為咧我之後講緊嗰個咧業績咧就快出噶啦。咁、那個業績肯定咧第二季度咧就肯定好差嘅，因為咧其實第二季嘅時候咧你見到內地咧過去咧係冇咗飛外邊嗰、那個減少咗啦，但係佢個貨運咧仍然增長好強勁。咁而咧內地方面因為疫情影響啦，變咗咧。就是、那個跌幅咧，跌得非常之緊要。咁再加上今年咧，係比舊年咧個業績差嘅情況咧，就是、個油價咧係即係升得好緊要。咁大家都知道啦，航空公司裏邊咧係最主要咧就係一個佢嘅人民幣啦，仲有個油價啦，咁仲有咧就佢個客運量咧究竟係點樣啦？咁所以呢幾方面嘅表現咧都唔好咧，就拖累到佢。咁但係咧嚟緊我哋見緊咧。就如果隨住咧係嗰個經濟復甦啦，咁特別係咧大家咧嗰、那個疫情嗰個咧，就大家咧而家咧我啱啱講一個好嘅因素咧，就係14+7就變咗7+3啦。咁甚至咧就香港方面咧好可能咧就而家係7日嗰、那個檢疫期可能都有機會縮短啦。咁呢個咧都係會利好到啦航空啊、旅遊啊各方面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都講咗一個因素啦。就今年咧就會開呢個咧係20大，咁所以咧我自己個人估計咧開20大之前咧喺呢個基礎上邊咧再大幅咧係即係放寬咧個機會咧就唔大嘅，咁尤其是咧就大家要留意咧習主席嚟香港之前咧就喺呢個6月28號咧就再次去咗武漢嗰度咧視察，咁喺武漢嗰度咧佢就講咗番説話咧，就話中國嘅人口基數大。如果搞集體免疫、躺平呢一類嘅防疫政策咧，係後果不堪設想。咁即係換言之咧，係喺20大之前，起碼咧係呢個動態清零呢樣嘢咧，都好難咧係再放開。即係甚至咧係7+3之後咧，再縮短嗰個機會咧，我估計咧暫時嚟講咧都唔係咁大。咁所以咧，消費股啊呢一類嘅股份咧係可以買嘅。因為咧，佢一定嚟講咧，就係嗰、那個疫情咧就會消退啦。咁同埋咧，嗰、那個復甦咧係會繼續啦。咁但係咧，呢、這個消費力我估計咧，可能要去到咧係第四季咧先開始咧嗰、那個發力嘅力度咧係比較大。咁同埋咧，你見呢、這個而家咧，李克強總理咧就推出咗嗰個買車咧係嗰個優惠啦。咁但係呢個對傳統車咧，咁但係新能源汽車咧。就係、是、因為新能源汽車咧，就本來定咗今年咧，係嗰啲補貼咧就全部咧就退曬噶啦。咁但係咧，就佢喺較早前嘅國務院常務會咧，係講到要研究咧將佢延長。咁所以我估計新能源汽車咧係仍然仲有再咧，即係呢個措施推出嘅時候咧，係會再升多一陣。咁不過咧，就而家喺高位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啲回調。咁所以咧，就大家要每一次咧捕捉咧，係佢再回調嘅時候咧，就大家不妨咧就喺嗰個時候買入嘅時候咧。就要去到第四季嘅時候咧，就又可以咧食股啦。嗯，哇，好深遠嘅一個諗法，我又要重温啦，馬上。但我想問一個冇人講嘅，暫時咁熱咧，都 remind 我哋咧嚟緊開北大河會議啊。
係啊，咁不但韓會議，唔知馬 Sir 有冇啲諗法咧？即係會唔會係有啲乜嘢嘅政策啊？等我哋預告一下得唔得啊？不但韓會議咧，一般就好少就講呢個政策，就一般咧就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嗰、那個嚟緊20大咧係嗰個人事安排咧。各方面就會比較咧，係即係着重多啲啦。咁所以咧就因為咧，其實北大豪會議咧就冇得估嘅。因為咧北大豪會議咧開唔開咧，你又唔知嘅。因為咧就冇任何公佈嘅。即係唯一大家咧就可以猜測咧，北大豪會議如果而家開緊嘅時候咧，就見嗰度咧係警備森嚴啦。咁或者咧就係嗰啲 Tesla 汽車咧就唔想駛入去啦。咁就因為而家咧，總之有領導人仲要去嘅地方咧，就 Tesla 嘅。嘅車都唔入得噶啦，咁啊，因為驚你收集到咧係啲資訊啦咁樣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即使係嗰度召開嘅時候咧，喺官方嘅公佈裏面係冇任何嘅公佈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要咧係研究內地嗰、那個經濟政策點樣轉向嘅時候咧，如果我自己大膽預測啦，因為咧我之後講咗咁多啦，就講緊嗰個。內需嗰個復甦嘅力度咧，仍然唔係好夠。咁因為呢個點樣睇到咧？如果講緊汽車嗰個銷售咧，六月份咧係好強勁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嗰個房地產嗰個銷售咧，仍然咧係跌得好緊要嘅。咁嗱，而家以一個內地嘅報告為例啦，六月份全國100个城市咧新建嘅嗰個住宅咧，成交嘅面積咧就係2837万平方米，咁就同比咧跌咗34%嘅。咁但係咧，如果以頭六個月計咧，整個成交面積咧就13282万平方米，同比嘅跌幅咧係差唔多咧係斬半嘅，係跌咗49%。咁即係話咧，即使個售價咧係有上漲嘅話咧，即係等於而家嗰個銷售額咧，好大機會咧仍然咧係比舊年同期上半年咧跌咗40%以上。咁所以咧，你可想而知咧，即係嗰個咧。是對整個零售銷售啦，對嗰個內房企業嗰個影響咧係幾大。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嘅時候咧，我估計咧係即係七月份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咧，15号咧，我之後講咗嘅日子咧，就係、是、要公布咧係第二季度嗰 GDP 啦。咁如果咧即係佢哋掌握嘅數據咧，個 GDP 嘅數據唔係咁好，零售數據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咁我估計咧即係嚟緊咧就喺15号咧，即係一般嚟講咧。做呢個 MLF 啊，嗰、那個息率啦，咁就去到20号嘅時候咧，就係、是、LPR 嘅時候咧，我估計今次個 LPR 咧，即係5年期同由與按揭掛鈎嘅 LPR 咧，係仍然有機會咧係減嘅。咁甚至咧，即係我哋講緊喺15号公佈之前咧，係我相信有機會咧係再嚟多一次降準咧，係會刺激翻嗰個咧係經濟。咁而更加重要嗰個政策咧。就大家要睇我之前所講嘅七月份嗰個咧政治局嘅會議，咁政治局會議部署下半年嘅時候咧，我相信這個呢個咧係會部署埋28大開會之前嗰個整個經濟啦。咁到時咧喺裏邊嗰度咧，我相信咧喺貨幣政策咧同埋財政政策上面咧，都會再有進一步嗰、那個寬鬆嘅情況出現。好嚇，但係咧，我哋覺得降準都好似有少少未必太幫到手啦。同埋咧，而家最慘咧就係覺得，就算嗰啲即係政策咧，都唔會係省錢嘅，因為應該入邊都唔會有太多錢。而家啲政策上面係咪都係慳住使咧，馬 Sir？ 我諗而家就純粹都係政策啦。咁就因為咧正如今晚你就即係一針見血咧，就講到個問題啦。咁而家裏邊咧就真係五行咧就欠水啊！咁就真係咧，係比較即係缺乏嗰個資金。咁所以咧，你見啊，李克強而家推出嚟嘅所有嘅政策咧，都基本上咧就唔會好似過去温家寶嗰啲咧，50000亿嘅刺激啊，幾多億刺激啦。咁佢純粹咧，只係嗰個減收嗰個税項啦。咁同埋咧，實際上抌錢出嚟咧。是刺激嗰個咧，就大家都唔係好見啦，係有呢個情況。咁正正就係因為咧，而家嗰個內需咧，個消費咧係影響咧非常之大。咁變咗咧，就而家咧地方如果佢賣樓賣唔到啦，
賣地賣唔到啦，咁你變咗咧，佢個財政收入少咗嘅時候咧，佢變咗咧，整個政策咧係都差咗。咁仲有一樣嘢咧，就是、我之後講嗰樣嘢咧，如果失業率高嘅時候，或者啲人咧仲未揾到嘢做，甚至咧而家就係傳緊咧，內地咧有好多地方減薪啊、裁員啊，甚至公務員都要減薪啦、啊。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夠唔夠膽咧，就即係仲去咧？食得好啲啊，買架車靚啲啊，買層樓大啲啦、啊。咁呢個咧整體咧就以往嚟講咧就一闊定三大啦。咁而家一縮嘅時候咧，就全面咧係出現一個收縮。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個反彈咧喺第三季度咧都冇可能咧會出現一個咧報復式嘅反彈。咁所以咧，即使係有一個報復式反彈，我相信都要去到第四季。咁所以大家咧就要耐心少少啦。咁反而趁佢咧係真係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調整，咁我係幾擔心一樣嘢咧，係七月份嘅時候，如果美國真係出現一個一個經濟收縮啦，或者個加息嘅幅度比較大啦，咁甚至個油價咧就再癲啲啦，咁同埋咧就其實大家都要睇住咧，俄羅斯而家雖然喺個東部嗰度咧，就似乎咧係取到一定嘅優勢，咁但係咧你見得到咧而家基本上咧就世界上已經咧。系列为两大阵营啦，咁已经咧，整个美国啦、北约啦、欧盟咧，系已经系针对住咧，系嗰个俄罗斯。咁而中国方面咧，就同俄罗斯嘅关系咧，相对咧系比较好。咁所以咧，我亦都好担心到咧，嚟紧咧系中国啦，系被人哋咧系针对。咁所以咧，就今日咧，你其实上一次咧都有问过个问题，就话你中美关系咧可能会好、哦，迟啲咧个关税又会放开、哦。咁但系咧個關税放開咧，我相信都係咧有如果報道所講啦，就係話啲消費品咧就仲可以放開，但係個高端技術啊、芯片啊嗰類咧，我相信咧係絕對冇乜可能咧係放開。咁同埋咧你見到咧跟住咧北約開完峰會之後咧，就跟住咧呢個咧就呢個美國方面咧就對中國五間嘅中央中國企業咧就進行一個咧係列入一個制裁嘅清單啦，即係嗰個實體清單啦。咁包括咧個名就叫商湯啦，因為今次咧就兩次俾人湯咗啦嚇，咁就呢個股價就不斷咧就跌咗落嚟啦。咁所以大家咧係都要留意，就唔好淨係睇住咧美國有機會咧係將嗰個對中國關税咧係部分降低，大家咧仲要小心啦。越係啊拜登而家嗰個民望跌咗，越係再距離十一月個中期選舉嘅時候咧，係佢哋係有可能咧係會做一啲更加針對中國嗰個措施咧，咁大家咧仲要好小心。咁所以咧，如果真係一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可能咧都會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咁但係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啦，因為咧。就即使係有一個大嘅調整嘅時候咧，因為中國自己本身咧個經濟而家正在咧係即係開始咧係復甦緊啦，咁所以其實喺低位嘅時候咧，大家鬧一鬧咧，咁亦都咧係冇相干嘅，咁即係長線嚟講咧，就仍然咧係有機會咧都仲可以咧係翻身。咁我估計咧喺二十大之前咧，內地方面咧。都會咧就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咧，係繼續咧都要維穩嗰個經濟。咁所以咧，其實即係話去到二十大之前咧，內地嗰個股市咧再大跌個機會咧係比較少。咁但係咧係調整嘅機會咧係我相信仍然繼續有嘅。唉，睇下啲嘢，即係變曬樣嘅，真係。又聽完馬 Sir 講完之後咧，要翻去深層思考下嚇啲嘢點算咧咁樣嚇嗱個上證咧就跌緊7.3380點，我諗會維穩嘅七月尤其是七月中之前。不過七月中就去到美國嗰方面，亦都聯儲局有議息啦，即係大家又會攞翻嗰啲問題，即係通脹啊、經濟衰退啊，又一紮咁樣咧，又攞出嚟講。所以大家睇下呢兩個星期會唔會好翻少少先嚇。咁好啦，我哋時間差唔多，馬 Sir 最尾有冇補充啊？暫時係咁啦。如果有補充，你就
隨時 WhatsApp 我啦。好啊，好啊，係啊，我嗰日咧有少少忙啊，唔記得咗打電話俾馬 Sir， 咁啊我補翻個電話俾馬 Sir， 我哋 WhatsApp 聯絡，唔該曬馬 Sir， 下次再傾。OK， 拜拜。好，拜拜。唔該曬馬 Sir 嚇，咁啊嗰日公司實在太多嘢搞，係啊，都唔記得同馬 Sir 講翻聲，因為我有WhatsApp 佢啦，即係7月1號之前咧。就問係咪要走緊啲啊？提下啲觀眾咁樣，咁佢都有話係啊。上次上個月六月頭講嗰啲嘢都真嘅嚇，咁啊提一提咁樣。咁所以咧，禮拜四朝頭早咧，我就話大家去到一個可控同舒適嘅水平嚇，先至好過夜啦咁樣。嗱，我提翻大家咧，其實而家個市個波幅係大咗，特別係啲個股啊。咁好容易咧，一日咧就或者一個禮拜裏邊咧，單日已經可以去到單週咧，去到10%至15% 嘅波幅啊，好容易咧已經去到你哋嘅止蝕防守嘅位置，係啊，所以咧大家而家去湧進去搏嘅時候咧，留意翻個風險，留意翻個風險，因為我見到大家都係諗緊點算。係啦，即係我都一樣，係啦，點算咧？啲嘢又對得咁快，哇！今日即係靠住下啲853啊、9995頂住嘅啫喎，係啊，咁啊見到鐘麗緬又上翻嚟喎，嚇靠呢幾隻頂住，其他都輸緊。係其他都輸緊。中糧加加康今日咧，內地有一個大型嘅豬企嘅會議啊，嚇咁啊爆到上4蚊啊，咁啊3.18咧，同大家提過呢一隻股份啦，但我都冇坐到咁耐啦。全國家發改委計劃召集大型嘅豬企等等開會啊，分析近期咧生豬市場嘅形勢啊。咁啊，今日只中糧加加康1610升緊5%，去到3.98嘅位置。我哋休息，轉頭翻嚟解答埋大家問題。借金加愛又抹得闊，佢哋真係咁夠膽，都唔知佢哋搞邊科。咁我而家點算好啊？唔使煩啦，為咗你哋，我又加開翻 Morning Q 啦。逢星期一三朝早11:00，我同瑞通幫大家跟進大市最新資金流，仲有輪證部署，保證 Q 曬你嘅 question 啦。仲有 Tasty 澳門特派員華堅記華俊嘅加入，全新 Morning Q 全新組合，邊只好輪？你仲唔識揀？最後一節啊，咁好多觀眾就問我1183有冇咩 update？ 其實咧1183咧就唔出通告咧，我就真係冇乜 update， 因為都要等佢業務有啲新嘢啦。其實你見到個圖表咧就唔應該穿100天線咧2.38咧紅色嗰條嘅嚇，但係今日咧係失守咗。但係最近咧我見到內地一啲嘅京東嗰啲嘅數據咧，或者中金咧出啲報告咧，開始提到變攜式嘅儲能產品咧係下一個藍海啊等等。咁我睇完呢啲就覺得係咯，你自駕遊啦，跟住公路啊、換電啊呢啲咧，其實都有關嘅。寧德時代都講緊咧有推出呢個快充啊，就快咁就5分鐘可以差到80%嘅電量，亦都同大家之前有分析過奧能旗下都有類似一啲嘅快充、中充、慢充唔同嘅各個領域咯。我都係覺得因為啲股多咗之後咧，自然咧就會有人沽嘅。自然會有人沽嗱，而家咧你哋計翻舊價啦，嗱今日哇去到低撈咁滯，係啦2.32啦，啊唔知點解今日完全認唔到個 face ID， 係啊，咁咧就2.32啦，乘翻1.5啦，其實而家係舊價嘅3.48，好接近我哋提過以前3.3至3.5嗰個吸納嘅位置嘅，咁如果你話要去到3.3嘅話，咪除1.5咯。係啊，就係2.2嗰啲水平。如果去到2.2啦，我都會考慮
先至再諗下會唔會加下，因為呢段時間就冇乜點加啊，一路等緊佢派股啦。一月尾嘅時候加咗，咁我都幾肯定七月七月頭啦已經嚇。咁佢通常係八月尾先出業績嘅。如果最大機會就七月尾啦，會出盈喜啦。咁但係我就唔想大家喺呢啲時間突然間又哇擁住又要買，跟住又要坐一輪，冇意思嘅。係啦，咁你一係等低位，覺得兩個二嗰啲位平嘅，先至去吸納咯。成個走勢冇變嘅，即係嗰個業務啊，或者係派完股派完息之後咧，係會靜啲嘅。等下即係有冇啲新嘅消息咧，先至可以同大家再 update。Face ID 得嘅而家，因為我係iPhone 13啊，咁淨係望住隻眼就睇嗰個瞳孔啊。係啊，戴口罩係得嘅，係啦。咁啊，另外睇下先嚇，好唔中意賣咗佢。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觀眾都開始好驚啦。即係上一次咁火熱啊個市，大家就好心紅，正如我都一樣嚇。跟住之後而家咧回咗落嚟啦。嗱，今日有冇人問賣八九四？其實八九四咧，我係想講下，即係。我講完之後咧，我係八毫子講，係嘛？唔係好似八毫幾，唔記得八毫幾。咁嗰日咧，我就睇一蚊，咁已經爆到一蚊，仲要一蚊咧係企咗幾日嘅。咁我話嗱，企到一蚊至到過一，先至睇過二至過六啦。咁其實最高咧已經去到1.19噶啦，依只嘢係啊。咁當然個圖而家好肉酸啦，係嘛？咁今日出翻支洋燭，但係支咁細嘅股份咧。佢企到幾日一蚊俾你咧，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我都收貨嘅，係啦，因為接近過二咧，我都有食嘅，我有1.16，我有食嘅，係啊，我都話翻俾大家聽，即係點解去到嗰啲位都唔食咧？因為有啲係1.03買，就話佢嗰日開會1.1冇食，問我點算，咁我話其實你要睇佢企唔企到一蚊啦。即係企到一蚊，你咪繼續咯。企唔到嘅話，其實嗰個最光輝嗰個時間就係嗰日升600多點，港交所爆到上400多蚊嗰日咧，就是、我放假嗰日禮拜一，就是、上個禮拜一啫，就爆到上1.19，係啦，我都食唔到嗰啲位嘅。咁我就覺得大家未必可以揸到呢一類型細啲啊，或者個波幅大啲嘅股票。咁佢就揸大股啦。咁有三隻噶嘛，有孖9孖8阿里，有388同3069。只要你揸住呢三隻，再攞啲注碼去玩啲細股咧，我覺得相對係舒服嘅。當然你會話冇咁多注碼，冇咁多注碼嘅時候咧，你就係嗰個風險就自然會大啲，因為你就自然就想搏，就想進取。正如我哋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咁亦都會一定係我自己就好進取嘅嗰陣時，係啦，唔得就斬，就諗下一隻，因為覺得自己會贏得翻。就下一隻連長城汽車我都冇諗住佢可以打到咁低，係啊，而家輸緊，係啊，即係一定係個市嗰個波幅咧係比想象中大咗，所以大家唔好你見到你望下只領展，我見到今朝有觀眾問領展都落到62.8啦嚇，尤其是而家咧去到加息周期咧。呢啲可能3-4厘嘅嘢，大家會覺得即係有比較，你美國國債。3厘嘛，係嘛？個個都話：，美國國債好。其實前幾年我都好多朋友買內房債嘅，即係同我講幾多厘，係啦，問我做唔做。咁我就話：，我唔係好熟啊，真係，真係唔係好熟個市場。跟住啲錢咧又喺曬即係澳能度。咁我唔係好熟呢個市場，即係參考一下就算啦咁樣。咁就講嗰下就唔記得咗。講下就，而家就幸好彩啊！而家就，好彩我冇，因為真係 default 咗，即係冇曬，淨係收咗嗰幾年息啫，係啊，跟住就冇曬。咁我就有啲暈啦，就冇，因為如果係嗰嚿錢都唔細嘅嚇。咁我都想提大家，因為最近有啲朋友問我，係啦，即係又係國債。三厘咁做唔做咁樣？我話OK 嘅三厘，但係即係唔好覺得係零風險先。首先係啦，即係我覺得阿師位俾咗啦，即係阿師喺嗰個網站度俾我俾你啦。我自己抄俾我自己睇嘅係21,546做牛
22,277 做红，做牛可以减3,59055590来自摩通的牛仔，做红67680是啦，67680睇下先。頭先我見到你哋已經話食咗55590啦，係嘛？嚇，紅都係摩通 JP 嘅，收回價22,628嘅，收回價兩萬二，嚇死我！點解望望6645？係啦，22,628，呢度有1000啊個距離。係啦，另外牛仔就喂動下隻手咧，唔好咁懶咧，去望下先嗰個位咧。係啦，嚇咁啊，1011係啊，收市嗱，我再講多一次啲指蝕位。我其實我推介嘅時候，我有講全部止賺、止蝕嗰啲位置嘅。咁咧，我自己咧係睇最尾嗰10分鐘嘅，因為一嚟我朝頭早，因為 intraday 嗰個波幅實在太大，呃人嘅程度亦都好深。我自己咧係睇最尾嗰10分鐘。如果你係榮昌呢啲咧，個10天線38，20天線35，基本上咧就冇去到依啲位置。其實個圖都仍然係好靚。嗰日有個觀眾46追咗，我哇46，我話好擔心你嘅46。我話其實佢下邊10天同20天38同35咁遠，爭成10，我一定會拉翻落去嘅，真係一定會拉翻落去。咁我話起碼拉到42嗰啲位置。跟住佢好似唔係好驚咁，犀利，佢新手嚟嘅應該，因為佢46無啦啦走去追，咁跟住哦唔緊要，我 OK 嘅，係啊，咁佢今日又坐翻上嚟，好犀利，係啦，各位觀眾，其實佢過去嗰幾日成交唔細，我同你講話啲北水買緊呢只嘢，係啦，但係你要留意一樣嘢，嗱康樂亞又上翻嚟啊，康樂亞知俾人鬧啊，即係又話又話我食曬啊，我都知嘅。係啦，咁我咧就因為濕疹同皮膚呢樣嘢咧，就去揾呢只股票。呢啲 B 仔股咧，因為佢咁乾咧，佢係一定個波幅好大嘅。所以我成日提大家唔好，你揾翻啲啱自己嘅嘢先。雖然你可能，我都分唔到咩大咩細，我一定要同你講邊一啲係疏嚇52分啊，大劑。跟住一陣有雷神啊，雷神雖然病咗，但係一陣有雷神啊。提翻大家先。係啦，一定係有疏同唔疏。你見到啲盤都唔夠你買，你就知道嗰隻嘢好疏，你就一定有預咗呢啲風險喺度。23.315.9穿咗一定要斬嘅，即係十分鐘最尾15.9係啦，冇話唔知斬唔斬好啊。因為咧，我依啲係機械式操作嚟，我一見到穿咗我就走啊，因為下一隻揾得翻。如果日日都喺度諗呢隻走唔走，嗰隻走唔走，就成手都係貨。係啦，我一定係斬嘅，我唔會諗，因為其他一定賺得翻嘅。係啦，今日啲綠電股係升嘅，因為今朝同你講咗啦，焦煤跌咗落嚟，係啦，咁你煤價跌咗落嚟，電股就自然即係覺得會個成本減輕咧，就自然有啲希望。今日只836係上咗嚟，不過只2380仍然都係相當之難炒。再提大家1799咧就話回 A。今日彈咗上嚟24.4，幫大家睇埋即係1799可以上到咩位？應該25-26都得嘅。呢度睇下先嚇，呢個位係26.1啊，24.6企得到咧就係26.1啦，企唔到24.6可能就會有啲阻力啊。先提大家，今日成交唔係咁大嘅啫，而家1.2億啊，但係你相比佢過去幾日嗰個成交咧。即係當然，而家朝頭早一個鐘啦，其實就唔係真係好大嗱。出 ticker 啦，B 仔股係啊 ，B 仔股開始又上啦。今日都係焦點，樂盛建華都出咗通告嘅，但係回緊啊。樂盛建華而家跌緊2%啊，做緊咧13.06。好，3069上翻14，總之揸住3069，一隻 ETF 新科 ETF， 跟住你去買其他 B 仔股，你都相對係舒服嘅。我要提一提。大家先啊，真係要留意呢一樣嘢。1733需唔需要 cut loss？ 咁你收咗息係啦，其實你 around 你成本，你最尾都係2元嘅，你 around 2元到啦。睇下先嚇，我就呢條線啦，過8啦，10天線啦，
如果穿了過百仲要用陰足的你才止，如果不是就可以等。1610上網多少三個四毫四有貨，應不應該走？其實我都是看四元左右1610、恭喜你佳佳康，看看先啊，這裡說整個盤頂這一支針頂四元，是的，到了啦，吃一半啦，起碼吃一半啦，Jason Choi 起碼吃一半啦，如果不是呢就我怕你太多東西。3833是我個半是有的，因為今天的資源股都是不得，是啊，今天的資源股呢都是不得，已經去到十天線了，1.36下，如果是我看看先啊，這裡這個位置是多少，這個位置是1個，穿了過3我會走了，穿了過3我會走了，是啊，就是這樣。20號不懂答了，跌到什麼位置，幸好那天叫大家即是30號除淨，千祈不要即是解禁啊，是啊，千祈不要買啊，不要想著去科學園就想著買，所以我現在都不會罵。是啦，傾到這裡了，56分了，對不起啊，轉頭有 Morning Q， 明天再見，拜拜。